近日，杨幂工作室在社交平台上更新一则动态，透露了杨幂四月份的行程，并晒出一组美照。照片中，杨幂穿着一身白色运动套装，秀出自己的小蛮腰。仔细看，她还故意露出了内衣边，十分俏皮。上身穿着的运动吊带背心，不仅采用低 V 字领的设计，大方秀出精致的锁骨，同时短下摆也进行了一定的收紧，将杨幂平坦的小腹毫无保留地展现了出来，马甲线也隐隐可见。下身同款的短裤则是高腰设计，并且衣面上还绣着非常抢眼的品牌 logo。短裤之后又叠穿了一件沙滩短裤，对比之下腰线就比较低了，这样一来就更加的有魅力了。而在运动套装之外，杨幂穿着一件白色大码衬衫，让她整个人看起来都十分清爽，纤细的小鸟腿更是十分抢镜。另一套，杨幂穿着长款西装外套与紧身皮裤，妆容精致的她状态很好，